家早安呢、啊、又回到了深深的 diary， 很难得我今天做早餐，然后我们现在先叫另外一个人起床，他一直不醒，我觉得应该是直接上楼找他好了，叫他起床 go。 喂，原来你已经起床了啊？刚起床啊，我刚刚打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有听。我发现我该按闹钟，所以我起不来。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，快点，我们要下楼抽血。你做了 yes， 好可怕、哦、喂，大家，我从一出这个房门口，我就闻到不懂什么很焦还是很热的味道。没有焦，真的没有味道，我是真的闻到味道啊。有味道，我在二楼健身那边就闻到味道了。这样不是，看来大事不妙了。那边是你的。各位，你们看书生自己的是烧焦的，没有。这个是我们以前台湾很爱的那个叫什么吗？起司蛋饼。通过这个起司蛋饼跟它有点不一样，它比较像落地一点。来啊，讲话。我来认真品尝，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会做，所以我在想跟我做什么不一样。尝尝一下这个梅洛，这个温度刚刚好。温的，就给它显山显色，不要拽哦。甜度刚刚好，是我喜欢的麦乐。今天得奖的人是麦乐先生。你哭啊？你也走。有这样难吃吗？好吃到哭了。如果这一餐哦，我是很真诚的评分呐、啊，十分我给六分吧。六分可以啊，哎，我第一次煮东西。六分是给面子啊，不然给五分。因为我的标准是这样，六分是及格嘛，及格是要会回顾回来这个店吃的，这个店我是不会回来吃的。我要叫你回来吃嘛，我先煮给你，你要偷笑那边，你是闲三闲四，还有晚餐。我跟你讲了，今天我会煮很好吃的晚餐。妈妈妈，他每次我弄食物，他都会在那边等我。他每次都在那边，很可爱。看我 ，Good girl。各位跟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书生的一个 portfolio， 他的照片就是像他本人一样。要讲什么啊？他个人技能其实蛮厉害的，除了脾气没满分之外，麻将啊、耐性啊、熬夜都满分，这是值得赞赏啊！请来拿到我，我是我看你啊，像我从小就是英俊迷人，然后。我没像书生这样厉害，这样满分啦、啊。我只是嘴炮厉害罢了，然后其他就普普通通咯。啊，我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，我比较没有一些特卡掉卡掉。刚刚开完会了，讨论了一下接下来很多计划，真的蛮期待的。现在已经是1:44了，下午，因为之后有个工作，所以我们等下会请人来家里帮我们做那个 COVID test。啊，我希望这次还是一样的不通，因为我真的很怕，我是怕到那一种，你要我 test， 我宁愿不想做这个工作。哎，之前我真的是这样，可是我自己反省一下，不要为了那。短短的五秒，然后浪费了一个工作。现在我们的 nurse 已经到我们家，紧张吗？会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大概30分钟就会好，然后只是它的报告要比较久一点。好嘞，刚刚就已经 test 完了，所以呢，现在要解决一下一些业配的稿啊，还有 idea 那一些。大家看我平时在家，为什么我很喜欢宅在家？一半原因也是因为他们，你不觉得很 cute 吗？他们让我更喜欢待在家，会觉得很疗愈，心情会很开心。嗯，会不会哦？会不会看我？嘿，乖乖，你看啊，这小扑，你看，好咬，这真的很好咬。
Hello， 谁回来了啊？帅哥来耶！帅哥，我们家没有帅哥。哇，你好黑，你过来，滚下来！哇，榴莲好多哦！哇哇！各位，我好像没有在影片讲过，我现在正在戒肉，然后刚好他也是在进行。他是怀念戒肉，我在挑战。没有，我没有跟大家讲我怀念呢。好啦，就是呢，我们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也没有到非常虔诚，但就是有跟神明许愿说，如果我的脸会好一点，就是我会戒肉一个月这样子。小牛，嗨，嗨 ，sit， yes， hand， 另外一只 ，OK， 开分 ，yeah， good， go， how about sit， how about sit， 开分，咦 ，OK， good boy。太棒了，各位！我今天必须要，就是很 urgent 的东西，我都已经做好了，棒！我真的棒，一点小事情就棒棒棒。哎，我们做人要开心一点嘛。OK， 那现在大概已经五点了，就要准备做晚餐。我尽量啦，哈。我昨天呢就有找了大概三个菜这样子，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成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厨房了。模式样吧。跑出去啊！三包菜喽。有了啦，还不错呢。在做土豆，先切片再切丝。哦，各位好热，我现在呢正在做最后一样菜，因为刚刚太手忙脚乱了，而且我忘记要备菜这件事情，所以导致我刚刚那个土豆丝弄很久。我想说啊，不要再拍了，我赶快弄，因为我觉得怕很迟，我现在已经从天亮做到天暗了，大概用了两个小时吧。然后我现在在等这个水滚，我再放那个蒸蛋进去就可以大功告成了，好有成就感，我现在试吃都觉得很不错，好吃，只是那个土豆丝感觉太快上来啊，就是有一些部分没有匀，不过收发都很好吃耶，嘿嘿嘿嘿。啊，自己讲自己爽。哎，我的菜做了。我担心了一整天，这一刻还是到来了。没有很差吧？那幸好目前健康有我喜欢的蒸蛋，水蛋蒸蛋。哎，我第一次煮饭，以前 try。这完全是书生第一次哦。我连饭都是第一次煮。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拍过很多煮东西的那个影片啊，我先不管吃好不好吃，大家要给叔叔一个鼓励，是因为什么你懂吗？因为煮东西哦，你还要拍东西真的很麻烦，而且是没有人帮你拍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是自己拍，我觉得很麻烦。我觉得饭 OK， 你吃一口饭前。这样看是有干了，我觉得干一点，哎，可以接受，是不是？所以叔叔今天做了三样菜啊，来介绍一下。手撕包菜 ，OK， 我喜欢。土豆丝，这个我还好。因为我对土豆丝还好，土豆丝很有营养哎，土豆，然后蒸蛋。这个蒸蛋哦，就跟我妈妈她做的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我妈妈做的蒸蛋是比较
粗糙啊，还没像水啊。那你那个中式啊？中式啊。这个是日式。我怕里面不熟啊。对，因为很嫩。可以哦。对，各位，短一短哦。我没有吃过这样水的水蛋啊，因为就连我去日本餐室都没这样水。这个味道其实好像也是水蛋啊，但好像有点太水。嗯。是吗？我懂像什么，因为这个书生也是戒肉嘛，然后我戒肉挑战是因为我做一个影片一个挑战，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吃鸡蛋，因为我要蛋白质，所以这个味道像什么什么色稠蛋那个味道，越水水了。来试试土豆，土豆原本就不是我爱的东西啊，所以有一种那个中国餐的感觉，就是啊，土豆丝就是、哦、是啊是啊，所以啊我觉得好吃哎，可以啊，因为蛮中饭的。嗯，挺好。这个是中国菜之一啊，手撕包菜。包菜应该差不多难吃到哪里去啊？可是感觉有点咸呢。这个菜哦，因为我是糊糊的。醋吧。是菜的问题呢。不懂哎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煮的第一样菜，我没有拿捏好那个烧焦程度。火候。火候。火候控制不好，你格局小了。嗯，分，我觉得分数肯定比早餐多。早餐太烂了，那个早餐真是烂到屁酱。你想一下，起床多开心啊！你要吃到烧焦早餐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去掉七分了。你刚给我七分呢？早上，那个是给你一个意思意思吧，毕竟要让你有目做晚餐。你的意大利面才难吃吧？我那意大利面至少有包，至少有个超好吃包子。好吃，这可以一直煮哦。它真的很累哦。你要一直煮。这真的很累。这个。老妈，我真的要开始煮菜啊！哇，这认真的。很难。很难吃哎。嗯，好吃啊。这第一次煮菜，很厉害了吧？至少没有黑椒哎。早上有。那不一样。早上我以为有，陪我来我家，哎，黑了。我要换男朋友，换一个，就算黑椒也吃得下去。想一下，很难哦。有。好，大家，今天影片结束啊，所以大家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常勇的 YouTube 频道。六条哎。加常勇的影片，一起期待常勇的戒肉挑战。看着皱眉头啊，所以大家不要给太多的鼓励，鼓励一点就够。我在找另外一个人过来吃，肯定是好吃的。生气啊！到底是什么东西苦味、欸？啊，你也知道苦啊，苦而不是这个菜，是我的心。嗯，应该是这个吧，还不要理这个苦，苦是我的心。啥？啊！各位拜拜，我不想录。